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要为大家测试的是，史莱姆王像这种 L 型方块的另外一种削法。啊，这突发奇想，因为正常我们会直接在这几个位置上摆上我们要削的，但是，我的认知是，只要在同一回合内这个地方有削到的话，应该就可以达成削珠的条件，但是因为落珠的方向我们比较难控制，好，所以我用打戟来做测试。好，现在来为大家测试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在这边我不会摆一个 L 型，可是我会制造出落珠有 L 型的效果。好了，理论上来讲，应该也是会可以达成目标才对。好，现在来为大家测试。好，可以看到这边没有 L 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等一下落珠的时候，我会制造出 L 的效果。好，成功，跟预计的一样。哦，代表在同一回合内，你不一定一定要第一削，或者在第一次削的话就削出 L 型。其实落珠掉下来，落出图形也是可以削的。哦，以上就是突发奇想一个很怪的测试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